我妈生我下来是让我减肥的吗？我妈看到我减肥，她不心疼吗？悄悄告诉你们，美食博主是怎么减肥的，就是这儿，不用跳本草纲目，躺着就可以模拟144种有氧运动，体验一次消耗的热量相当于跳了3次刘畊宏。来了先做一个体质分析，再定制针对性的健身方案，还是蛮靠谱的。这些都是经过多项技术认证的，必须来搞哈哈。小姐姐说，一共有32个能量等级，躺倒的时候能量就在不断的往上加，感觉像在做仰卧起坐一样。快来试试你们瘦了没得？